自1995年成立以来，美国万通亚洲致力全面照顾每位客人在理财和保障方面的需要，帮助他们实现人生目标和梦想。美国万通亚洲率先采用先进的云端服务 Azure StorSimple， 以非传统磁带的方式提供数据备份，周全保护客户的资料，迎合集团以至广大金融业严谨的规管要求。数据会同时储存在 Microsoft 香港和新加坡的数据中心，达成海外储存备份的灾难应变方案，更稳妥和更有效率地提升备份和复原速度。美国万通亚洲正考虑部署其他云端方案，感想未来才会更精彩。